凝望八爪鱼，八爪咁都走。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同大家睇下 Lunar Fest 记者招待会，仲会去圣保禄基金会福林善心人筹款晚宴。之后会报道多伦多日本新春贺年祭，同埋中华文化时尚艺术展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